继续逛全国十大公园之一凯文公园，八分水道宫。公园开门时间：周三上午、周四下午、周天的上午。开始老规矩，进门交3块，迈过去了再交5块。这是一只风中的阿拉斯加啊，正儿八经的熊版的，看到没有？这毛量太漂亮了啊，这爪子非常的粗。今天市场上的狠货非常的多啊，看到没有？来来来来，这小家伙，呆呆的小眼神啊。这边大爷带了一窝杜宾啊，看到没有？大爷家专门繁殖杜宾的，专业做杜宾10多年，非常的认真啊。大爷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，只繁殖杜宾。大爷抱两只，让我看看来。看到没有？这家伙才45天啊，耳朵还没有立好，看到没有？颜色分明，非常的肥。40多天啊，一苗一针。昨天打过第二针。这个图片漂亮啊！你像这种狗的话，立立耳就好看的多了。非常的帅，看到没有？看那小胡鸡，哎呀，太漂亮了，大爷！大爷的多少钱？3000是吧？哦，好东西永远不会便宜啊，真漂亮。这边有两个糟老头，这家是黑银的啊，小老头，这家是教颜色的，颜色非常浅。来来来来，这多大来，大爷？6个月。这种多少钱？4000。这个嘞，海来的，那不便宜了。这西施犬。这小比熊，这家伙长得也好看啊，看到没有？体型非常的小，这家伙估计有3斤。来看看正脸呢，我3斤，一斤7两。一斤七两，嗯，牙那小哎，这多大嘞？12个月了，1岁了嘛。这家伙长得好看，眼睛挺大啊，这家长得可爱。这多少钱一个？这个？1万2。大姐抱了一个小蓝猫，还有一个小蓝白啊，这多大嘞？2个月多一点。这家伙连进医院里，来来来，多少钱这蓝猫？800一个。800，这以前不都3-400吗？那蓝猫，3-400呢？人事不同往日了，已经。现在的粮食也贵，啥都贵。这蓝白嘞？这个是？他俩一样，都是果一窝出来，这都是。这个多少钱？800，也是800啊。他俩一窝的，这都是。蓝白，这边大姐带了一窝小花豆啊，看到没有？这家伙全部海盗脸了。长得跟个小熊猫似的啊，长得非常可爱，看到没有？大姐，这多少钱一个？这个1800。1800一个，打疫苗没？3针左右了。价格有点高了。这边大姐带了一个西高地啊，这多大嘞？5个多月。5个多月，公的母的？公的。这种多少钱？3800。这家毛量不是多大呀？软毛的。这边大哥带了一窝卡斯罗啊，看到没有？还没有剪耳，小家伙，这家伙睡得真香啊！来来来，上班了上班了，来大哥你抱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多大嘞？这2个月了，这什么都会吃了，你快打几针疫苗嘞？打3针了。嗯，这家伙头板可以啊，如果剪立立耳就好看了。咱这时下的没有是这比我这个卡斯罗还要高。嗯，这头板是可以啊，就是说没有剪耳，剪过耳就好看多了。看这大爷拉了一车的边牧啊，这个大爷专门繁殖边牧的，看没有？用着敞篷跑车拉了小边牧，这家伙脸开的有耳朵有点挂白了，有点偏了啊。这家伙长得好看，看到没有？嘿，开的边牧非常漂亮。这是一个大爷带了一窝马尔济斯啊，看到没有？这家伙扎的小辫儿非常可爱，粗的小舌头啊，看到没有？扎的小辫儿，大爷靠繁殖马尔济斯年入百万啊！大爷非常的低调，看到没有？非常低调。来来来，太可爱了，这小家伙啊！边大姐带了一窝3-4小边牧啊，看到没有？非常漂亮，开脸。这种狗没有洗澡，洗一澡蓬松一下，狗就非常漂亮了。3色的啊，属于稀有色。这打几针疫苗嘞？1针呢，11号打嘞，零头为2点。这个最低多少钱？姐？那个？嗯，这个2500。最低2500。哎，找了不买？哎，一口价吗？嗯，这个咖啡色的啊，看到没有？好东西永远不会便宜。来来来，这家伙这个咖啡色的、啊，非常少点这个。这个嘞？1点。看一下，大哥又来了啊！专业繁殖云丝边牧10多年，大哥一生只做一件事，看到没有？专业的人要交给专业的事啊！看到没有？非常漂亮，这家伙太漂亮了，这家伙，哎，又见到你了啊，小家伙！这俩家伙被大哥打理得非常的干净啊！看那毛量，看那俩眼睛，真漂亮，真可爱的家伙。这边一个大哥带了一窝，这是啥玩意儿，大哥？啊？泰迪。是不是纯种的？你说实话，本身都是串儿，本身都是串串是吧？大哥非常实在啊，看见没有？非常说实话，嗯，本来就是串串，说的非常对。